看呢。嗯，他们在表演是吗？嗯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是一朵青云刚草瑞。知道她腹内草帽人轻微，恰原来孤家青鸡飞少来。迎风照水银铜好比风发雷，美少爷就张手起，声音小毛路温水，眼睛分明是我来看，心底恰是就是雨。艺术真是艺术。Ending。 这块是他们，这是景区，可以住人吗？应该可以吧，因为人家本来就是这里的住户，然后变成了景区之后，他们才盖了自己的房子。所以以前的人们都是，就是家旁边就有一个那个水口，然后就下来走，都走水路嘛。这有口吗？就你看这种口，就很多他们房子旁边都会有一个这种口。哦哦，真的耶，我都以前没发现。对啊，我之前在无锡拍戏的时候。也是这种古镇，嗯，然后那个时候收工晚上，然后几个人收的早，就跑来这种古镇，它这种，就是这种湖边。你收工不累啊？就大家那个时候就玩的很好啊。年纪小，精力旺盛，收工只想在床上躺。然后那个时候就跑来这种古镇，就坐在这种湖边，它就有那种清吧，就可以坐在那里喝酒。聊天，我不太想。你喜欢喝酒吗？还好，我不太喜欢。跟朋友在这一块会喝一点。后来就是你也不出来了，对，我也不出，太累了。就是能在房间，就在房间，在哪儿都别去。对，你懂的。你看，这就都是好吃的了，这就是我说的那条街。怎么办？看到了吗？你看那个。好香，好好吃啊！我还在这买过吃的呢，就这家，我在这家买的。你家那土豆贼好吃。啊，你之前拍戏在这里买的？嗯，真的就是这里，就是这条街。你看我这记性还挺好的。